今天带大家来 City Mall 的二楼探一间非常舒服的露营风咖啡厅，有饭有面，也有咖啡跟蛋糕，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。哇哦，一进来感觉就好舒服啊！找一个舒服的位置坐下来，我们来吃美食啦。哇哦，这个鸡排炸得酥酥脆脆的，又配上新鲜的蔬菜和好吃的日式咖喱酱，真的很美味，一口接一口，真的停不下来。这应该是我最近吃过最好吃的日式咖喱饭。他们还有很多每天现做的美味蛋糕和点心等着你哦，赶快和姐妹们一起来这边喝个咖啡，吃个点心，一起度过美丽的时光。